10月17日，范冰冰晒出一组自拍，并发文称一个人偷跑出来的，会不会被抓走，哈哈 哈。照片中范冰冰戴着帽子口罩遮得严严实实，不过范冰冰摘下口罩自拍的时候入镜了一个低头玩手机的妹子，网友调侃称你后面那个玩手机的，喂你醒醒啊。范冰冰的五官精致，外形艳丽，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她曾自称是微胖界的女神，日前却因为瘦了6公斤登上了微博热搜。16日，她再度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，但竟然是因为自拍的美照修图过头，手指头出现了大凹洞，让网友超傻眼。